宋凯，好，你跟我一样，都是从两栖调过来的。天堂路我不怕，但这次我真的怕了。你大我两栖，我可以叫你学长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学长。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不要，学长，拜托啦，帮我一个忙好不好？你可以帮我演苦肉计吗？我这样帮你的话，到时候被长官约谈怎么办？如果真的你帮我，被长官约谈，那所有的后果都由我自己来承担。拜托了。 学长，帮我一个忙啦！好了，你要我怎么帮？射手起立！！诸位，加油站！一二，一二。 谁叫你起立的？现在是模拟打靶，耳朵都要打开来，全部回到上一栋。掌声！所有人看过来，第一员。 执行班长，哟，靶呢？我不是说要准备八组。包排长，是我叫潘朵拉班长准备七组的。所以是你任意更改我的上课规划以及命令。现在是你执行官还是我执行官？你排长，我排长。 报告，你才是。我觉得器材够用，所以这样就可以了。你觉得？那部队要不要交给你来带？交给你来指挥。我之前上课的时候都是用八组靶，我现在少一组要怎么上课？你搞不懂状况啊！ 你的兵状况一堆，连你也是。不好意思，排长，我没有注意到。你现在马上给我伸出来，动作！是。谢班，有。周学文班长，是。谁准你叫器材班的？ 你自己的疏失，叫新兵帮你擦屁。你去哪？我说是。我跟你讲什么话？
郭导。郭导。六发装子弹。射手四秒，四秒。左线预备，陈无情。右线预备，开跑前。全线预备，开始射击。停止射击。取枪！好，射手下马台，向左转，起步。今天送牌吃到炸药是不是、啊？够凶的。谁知道啊？可能是为帮羊排被执行，所以不高兴。会吗？这个呢，你们就不知道了。虚者实之，实者虚之，这是战略。庄信，你懂什么？走！干嘛啦？你敢不听我的命令啊？到底是你是执行官还是我是执行官啊？你是排长还是排长？上班！报告，你才是。现在兵都出状况一大堆了，连连出状况。我现在有点口渴，你过去买饮料。报告，是七点半。有，周学文班长。我叫你买饮料，你叫七彩班干什么？你去买。报告，是。抽屉，你们几个在干嘛？模仿谁啊？送你意志坚强，给你博学多闻。笑什么？休息时间不好好休息，闲时间太多是不是？离开。学长，懂了，没事了，出错难免嘛。待会还要上课，先去休息吧。学长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关心我？宋凯也真是的，这次好像太超过了，当着那么多班兵面前在那边说你，太不给面子了吧？没事了，的确是我错了，也不是第一天当兵，被电很正常。我觉得还好，宋凯说的也对，我确实不应该在昨天提醒你。还好，我先跳出来了，不然就换你被电。
天当兵被电很正常啊。我觉得还好，宋牌说的也对，我确实不应该在昨天提醒你的。还好我先跳出来了，不然就换你被电。哎呦，我被电是无所谓啦，昨天我应该提出质疑，今天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没事啦，是我的错，你那么认真负责，而且现在不是也没事了吗？学长，我知道你平常很爱开玩笑，可是你对新兵的训练也是很要求的。我有听说你还想要跟宋牌一起出国去接受训练，听到这样的消息，我真的很替你开心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会在背后为你加油，希望你这一次不要被打击到。如果这一次你被打击到了，就不像我认识的周学文咯。你刚刚那群班兵还挺有模仿天分，模仿宋牌模仿的好像哦。哦，他们上次学我，我觉得还好。学你？郑光兴吗？他刚才模仿你站着被电的样子，模仿的好像。学长，你刚才对学文会不会太严厉了？有啊，还好吧。有啊，也只是少一个器材，你马上请人去帮你补上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在所有新兵面前指责他？你也太不给他面子了吧。我是执行官，他这样子也太不尊重我了吧。而且昨天开会的时候就已经说要几组器材了，他怎么可以随便跟动？这样不是欠电是什么？我有说错吧？是吗？对啊。学长，你说的都对，你没有错，但就跟平常的你很不一样。会不会是因为你被执行压力又来了？有吗？没有啊。啊，我知道了。还是你申请接装训练没有通过？怎么我申请接装训练没有通过？笑那么开心啊？也没有啊，学长，你做任何事情我都是支持你的，所以是真的没通过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接装训练有没有通过了，但是不管有没有通过，都不会影响我的操课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样的你，学长，计划是永远赶不上变化的。你看哪一天我们不是到了现场才在调整训练模式的吗？也是啦，我今天失常的，我会再多注意。谢谢你的提醒。不客气。所以你是真的没事吗？我。没事啊，我真的没事。如果有事的话，我会再跟你说。那你一定要跟我说。好。舒静，你还好吗？看起来有点累。可能最近太热了吧，热到把暖男都晒出火了。
谁是暖男？宋牌啊！哎，我们第一次看到他骂班长，哎，不知道是不是骂给我们看的？应该不会吧？从宋牌当执行之后就一直很严格啊，可能是想我们皮绷紧点吧。那个会关心素儿有没有吃饱、跑不跑动的暖男排长消失了。淑静，怎么现在提到素儿，你还是怪怪的、啊？我还是很担心素儿对我。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啦。我们都很了解素儿，那你说没有伤害是不太可能的。但是你跟素儿有很深厚的姐妹情感，我相信过一段时间，你们都会好的。好啦，我要上去，你要不要一起？我再等一下。好啦。那你不要想太多，赶快上来。知道啦，黄将军。感情的事能这么快就调试过来吗？该怎么弥补呢？你闭左眼睁右眼啦！啊，什么都会的婷淑蜜不会闭眼睛，被我抓到弱点啦！弱点弱点什么弱点？我想要知道，婷淑蜜不会闭眼睛。你是真的假的？淑蜜不会闭眼睛哦，很简单，就这样。啊！傻子，你也没有闭得多好啊！哎，我闭得很好啊。换一只。你要吵就旁边吵啦。如果我闭不起来，就用手遮啊。哎，熊蜜，那班长有教你要怎么用闭眼睛吗？他是说先闭眼，然后再睁开啊。啊，这个眼平常有什么差别？哎，赵雅芝，脑子是一个很好的东西，你可以试着用用它吗？打靶的时候怎么会有手可以遮眼睛啊？那他就无脑啊。我有脑啦。如果没有手的话，就用胶带粘起来啊！还叶素文你啦，你的三角形这么大，你先自己把你自己练好啦。我那是因为上课我乱描的，或者正式上靶场的时候，我一定没问题的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是哦，还是哦，完全是啊，跟喝水一样，厉害，厉害，哎呦，修理件要吗？修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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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雪蜜呢？雪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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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里的？雪蜜，我的。潘朵拉报告，请进。你戴眼镜，感觉好不一样哦。有吗？会不会很丑？哦，是不会啦，只是有戴眼镜跟没戴眼镜好像两个人。
难怪宋牌当时认不出你。不过杨牌，你后来为什么改戴隐形镜？哦，戴钢盔的时候，钢盔扣带会压到，压到眼睛就很不舒服。后来就戴隐形镜，而且这清洁也够，很方便。难怪，的确蛮方便。看你笑那么开心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那有什么事，坐着说。好。这次送牌，对我应该很失望。我没有好好执行他交代给我的指令。没事，你跟学文也不是第一次带新兵，这些课程的准备，你们搞不好会准备得比我跟宋牌还要好。那这一次会有这样的状况，你应该是有自己的考量。你也知道，宋牌他这个人就是讲原则，所以他才会在第一时间就质疑你们。他不是真心要怪你，所以不要放在心上。但毕竟宋牌是执行官，应该好好找他讨论一下。这也是一个方法。宋牌他就是一个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人，你看他对他的同事部署一样很要求，如果你主动找他讨论，他一定会跟你交代清楚。难怪以前他在两栖的时候有个绰号阎王。哎，朵拉，偷偷跟你讲一个小秘密，其实他以前在海军官校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绰号。还有绰号啊？对，但没有人敢说，叫做疯狗强。疯狗强？为什么叫疯狗强？就他以前在班上的时候都会对同学乱吠，然后一直下口令命令他的同学，就像狗一样在那边汪汪汪。你记不记得他有一次在那边讲说什么，他下口令的时候说什么，然后拿枪刺的时候吃这里这里上面紧张，对对对，所以他跟以前那个样子一模一样。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三年都可以这样子讲话。哦，我心想说不会累吗？我肺活量超好的。肺活量，他的肺应该很大。对，很大颗。我跟你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说，千万不能说，不然你说的话我真的会被他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绝对保护。好，好了，题外话了，我们还是要谢谢你跟学文，帮了我跟宋牌很多忙。千万别这样说，其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反倒要谢谢杨牌。谢我干嘛？你刚刚说那段话，其实让我心情放松很多。那就好。喂。是我，小贤，你在忙吗？有事吗？纯正信函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拜托你不要让阿妈知道。还有，我觉得很抱歉，我知道为什么你会生气，是因为我之前对你都不够信任，让你很辛苦。对不起，同意书我会签给你，让你可以去办彤彤的护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谢谢你。拜拜。高小贤，副道长好。好，你还好吗？家里是不是有些事情正在处理啊？报告副道长，我前夫寄纯正信函给我的事情，我已经处理好了。纯正信函这么严重啊？是因为我前夫要带我女儿出国，他们要办护照，
我是彤彤的监护人，需要有我签名的同意书。那你在这考虑要不要签，所以在烦恼吗？我已经答应要签了，等我放假回去的时候签个名就可以了。所以你之前在担心女儿出国之后就不会再回来了？需不需要连上提供法律上的协助啊？没关系，不用了，谢谢辅导长。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放假回去的时候看不到彤彤。只是做妈妈的看不到小孩，多少会担心。不过我自己会做好调适的。之前给连昌带来那么多困扰，我觉得很抱歉。我会自己处理好我的事情，谢谢辅导长关心。如果真的需要连上集中协助的话，一定要说出来，要放在心中，否则会影响到你的训练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没事了，先休息吧。谢谢辅导长。站直在这边！救命！你这么想当我的秘书哦？没有你我该怎么办？赶快背啊！不要只会做动作。我背啊，我只是很想睡觉。那是因为你不认真。我很认真。赵老师，班长好，你看我有在背。你呀，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什么意思？哦，对了，我忘了，你的脑容量连一两都装不了。啊？算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妈妈已经在会客室等了。我妈妈？她来干嘛？哦，对了，你妈妈已经在会客室等了。我妈妈她来干嘛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她平常不联络我，干嘛来？那是你不跟她联络，还是你做什么坏事啊？哦，对了，金秀明你也一起来，雅珍妈妈也找你。我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妈妈喜欢你啊，就像你妈妈喜欢我一样。好了，妈妈在等了啦，赶快。走了，乖，傻笑嘞！哎，垃圾，还有金秀明帮你。苏儿，你小猫没来？小猫，苏儿。淑静，这是你的嘞？忘记了。忘记了，你去拿了，快点，快点。苏儿，我的小猫。你的歌词呢？今天要教唱新的军歌，快去拿。淑静，淑静，的歌词。我就知道淑静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三八的啦。喂，喂，爸，我问你哦，是不是你给我出卖？现在那连长会知道是我？出卖？哪里要卖，可无人要卖的啦！你家己的相片大在叫你，还叫你连长看到我哪有法度？
啊，你嘛较拜托的，唔是安尼讲啊，啊你讲你无识识我，安尼唔就好啊。你算你家己擦钱该拜啦。啊，你连长会来问代志，我怎知影讲你部队安尼吼，一支嘴拢三日乱讲啦。啊，即马得失人哦，防守你个真是惨哦。那有可能？恁查某囝福大命大啦，我甲你讲哦，阮连长对我偌尔好咧，佮问我要食宵夜无？卖假啦，你食较歹咧，你。你就是安尼大嘴巴，一支嘴乌白讲，啊，不对恁长官遐去啦，你莫怪哦，你家己会凄惨啦。原来伊讲我叫你问迄个林国良诶，八字问了是安怎啦？唔免问啦。什么都无需要问。我叫你问就问，你卖啰嗦啦。卖问，你问妈做婆啦，去宝贝啦，拜拜。哎哎哎！哎、欸，啊！啊！妈妈、欸，我就知道你会带很多好吃的东西给我。不要急，慢慢来了，饿死鬼了你哦！哦，救命！好久不见了呢。哎呀，好。哎，这位是哦，伯母你好，我是中士班长潘朵拉。班长好。雅芝平常就都亏你照顾了呢。哎呦，别这么说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妈妈，我们班长你看，嗯，她好漂亮哦，而且她心地又善良哦，她很会帮我们新兵，而且她从来都不会苛刻我们放假的时间，你说对不对？对。班长，来一起坐，一起坐，我们一起吃啦、哎。不用客气了，我到门口去等就可以了。真的，你们慢慢聊，没关系，就一起来坐，一起来坐。哎，对了，别做那么辛苦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自己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来来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呦，班长就陪我们嘛！你一个人在外面那么无聊，宋排长又没有来。乔一直，那伯母不好意思，我就打扰你们了。不会的，班长你客气什么啦？你看我跟秀敏睡过，秀敏跟你睡过，我们的关系不一样。为什么班长跟雄敏睡过？因为他被副营长惩罚回来。怎么这样说班长啦？没关系啦，我们感情。妈，为什么我突然来？都是你啊！我打了很多次的电话，你都不接，所以我干脆就直接来了。我手机就放养鸡场没？养鸡场？哦，伯母是这样的，跟您说明一下，其实我们每天都有开放两次打电话的时间，新兵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使用，是一个非常亲民便民的政策。哦，你看你们班长都说话喽。你出卖我？我又没卖东西，什么出卖？更何况我在陈述事实。班长很幽默的，而且啊，我跟你讲那个电话哦，不要这样一头不回，这样妈妈会担心。啊，人就在营区，有什么好担心？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是副营长。有空。是他在我旁边。好，我们现在回连上。是。伯母不好意思哦，副营长打电话来找我跟秦秀明，所以我们必须得离开了。哦，没关系啦，班长，那你们去忙。是。赵老师，待会自己一个人回连上，不会迷路吧？双肩背就这么大条。我担心你，因为你过目即忘。那伯母，我们就先离开了。哦，班长，我这边好还有一些东西，带去跟那个副营长大家一起吃。哎，不用不用，真的，伯母你客气了。不要客气了，不要客气。带走啦。对了对了，不要客气了。哦，好，那我就先谢谢伯母了。谢谢，辛苦你们了哈。救命，再见。拜拜，阿姨再见。全部都是我的了。开心了哈。嗯，慢慢吃了。妈妈怎么没有准备喝的？这里有水果，你吃水果就好了。啊，对，雅芝，你这礼拜要回家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事？我有帮你约人。约谁？就是我们那个种芒果地的那个地主沈叔叔。为什么要约？
你还记得他那个有个儿子沈焕清吗？我知道啊。嗯，就是小时候一直跟在我后面，一直流鼻涕，跟屁虫。对了，就是他。嗯，因为他很喜欢你，所以这礼拜想要约你了。妈妈，你卖女儿哦？喂，你怎么这样说妈妈啦？虽然我也是很想要，买医生。不要啦，你要嫁你自己去嫁啦。吼，我跟你说，如果我再年轻个二十几岁哈，条件好一点，我还真的很想嫁。而且你知道吗？现在那个焕清啊，他都会一起帮我卖水果。那好像是在那个网络上面卖，那是怎么卖我是不清楚的。那个叫网购宅配。对了对了，反正呢，我只要把那个东西弄成一整箱，好，就会有人收走。他把我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好很好。那个很简单，你只要开一个网站，然后你按一按按一按按，就会有人来买了。那也要脑筋很好啊，而且最重要是现在妈妈不用那么辛苦哦，这样去摆摊子，然后呢，这个钱呢还会准时到我的户头。不要一直妈讲话啦。没有啦，反正不管，你这礼拜好，就是回家，我已经帮你约好了。不要啦，我跟同梯的有约啊，珊珊来我们家芒果园帮忙，这次换我帮他们家。我没有听你说过啊，你骗我的哈。我没有骗你。那我觉得你忙也不会忙一整天啊，晚上会回来吧？你上礼拜就没有回来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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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会打电话给你啦。这样才乖。对了。那个雅慈，我认真问你一下，你到底喜不喜欢那个沈焕清？不喜欢。那你讨厌他吗？不讨厌。不讨厌，那还是有机会可以试试看，交往一下，也许会喜欢。还要试看看哦。对啊，你如果不试，怎么会知道？我肯定不会喜欢他。不讨厌他就不错了啦。妈妈很好吃，妈妈给钱。想想看吧。不要，我不要想。也许有机会。不要，妈妈很好吃啊，妈妈谢谢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删除我的讯息，所以我多传了简讯给你。今天早上周班长被送牌店，是苦肉计，他们在演戏给你看。不信的话，明天早上还有一场，会变得更凶。三重老肖。今天是射击预习的最后一堂课，我们来跑最后一次上下靶台的流程，以及轻验枪的动作。射手起立，起立。指枪。
王彤，有。为什么少一员？报会长，少了陈玉吉，因为班长叫他去出公差。执行班长。有。你知道吗？报告排长，是上课后我叫陈玉吉去出公差，朵拉班长他不知道。赵学文班长，你到底要出几次包？你在搞什么东西啊？精神涣散，散漫！现在连新兵都会报备了，你都不会，那你会什么？会跑步，跑得比毛驴还快。我要不要叫个新兵出来教你怎么报备？干部到底怎么当的？今天在我的新型垃圾箱，我收到封信。我希望身为排长的你，不要因为职务之便去协助一些奇奇怪怪的事。这一封信是匿名检控，而且身为军官的你，竟然也成为帮凶。跟朵拉班长在司令台说了些什么、啊、你要我跟全连的班上说吗？你为什么要先送排云不义？学长，我知道错了，但我也知道除了你，朵拉谁的话也听不进去，所以就拜托你再帮我跳一次坑。刚指挥部决定啊，要进行负重行军，好让这些新兵体会行军的感受啊。不过这些行军啊，对体能要求比较高，所以救护车还有其他准备千万不要忘记了。新兵之中体能比较差的人也请良排送排特别注意一下。好好。干嘛啦？跪下回啦，早在等你啦，不要害我们家新军编嘛，你就知道。班长在这边再提醒各位一次，不准给我偷带零食。另外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准备一些惊喜？这可是我们陆战队光荣的传统。我相信这些新兵一定会非常喜欢这份惊喜。向右走，目标靶场，起步走。